Hello， 欢迎来到异星工厂之太空探索的模组体验视频。这里是 Those Things in Life 生活那些事，我是小宝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一集我们就快速，赶快，因为已经隔了好几天了哦。今天是清明连假的最后一天啊，清明连假最后一天。那上一期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小视频哦，跟我儿子一起见证了这个登山外太空。好，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赶紧把一些部分给处理一下。我们先继续的把这个给建造完好了。可以拿的全部拿了吧，对吧？这里还有一些。OK， 好，好，那我们先把它给建造完了吧。啊，不知道各位清明连假有没有去哪里哦？这个清明节的连假了哦。我们的话是家里要开店哦，很忙，所以好几天没有更新，啊，连着好几天都没有更新。这边应该不用到这么高。好，看一下有多少哦，还蛮多的嘛。既然还很多的话，我们就把这边也全部都填上吧。这边我想要盖这个，我想要把那个太阳能板全部通都集中到这边来了，所以，这边。我们先盖一下，然后这边也是，这边稍微好，这边距离不够，那这阵子的话，疫情好像也都还在持续的发烧哦，所以各位的话，如果没事的话，还是尽量少去人多的地方吧。哦，真的就像电视讲的哦，不要有侥幸的心态啦哦，真的。那我自己是病毒，也算是病毒学出身的，所以特别能理解啊，特别能理解为什么这个。陈时中会说这样的话哦，就是不要侥幸了。就是，这个题外话了哦，顺便一聊啊。题外话，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啊，就是反正目前呢，就不管你看什么，假设啦，假设你只看，不小心只看到对岸的，他说致死率可能只有2%，我想大概不会有人信了。但是哦。我想说的是，不管他致死率是多少，哦，只要你死了，你知道你死了，那就是一，哦，懂吗？因为这些那些数字都是统计出来的，哦，那统计出来的它有一定的这个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你犯不着跟他去赌这个嘛，懂意思吗？就是说，可能啊，这是跟你说的，可能只有，不多啊，可能就2%啊，或甚至5% 也好，看起来几率好像很低很低，但是这种几率低啊，通常只有在抽奖的时候比较会有感。哦，你在抽奖的时候，就是人家说，这个几率还蛮高的哦，多少中奖率10%，结果靠北，怎么抽都不会中。但是呢，你只要中了啊，你只要死了，它就不会是 0.5， 就 5% 嘛， 5% 但 5% 就 0.05 嘛， 0.05 的机会。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怎么了或是怎样的话，哦，它就会是一，它不会是，它绝对不会是10%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。发电厂，我们建在这个地方。哦，这边不行了。OK， 好。
所以说，还是强烈建议各位啦，强烈建议各位千万不要去尝试哦。可以不要出门到处乱跑，就乖乖待在家里就好哦，千万不要跑出去到处玩，因为这样真的不是挺好的。那这个的话，我想要，这个有点麻烦。我想这样建吧，因为这个刚好卡到有电线杆的问题。这样吧。那因为，如果你有收看上一集视频的话，你会看到很搞笑的事情，所以我就不用机器人哦，我手动盖哦，手动盖，以避免呢出现不可预期的错误，因为我还不太熟悉这个模组哦，我真的是完全第一次玩这个模组，因为外太空嘛。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题材。然后这样，我们就一次性把所有的太阳能板都盖掉吧，反正它也不花什么资源嘛。哦，它是不花资源的，就是不会有什么资源消耗的问题，都不像核电啊，然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电厂，它会有能源消耗的问题，这个完全不会有，所以我们就很 easy 的把它给盖起来吧。那今天的话就，因为今天这已经是晚上了哦，因为已经拖了好几天，然后想说一直都没有拍，一直都没有继续，所以就只好赶快。当然，中间过程有拍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啦，因为你知道放假嘛，就找点事情跟小朋友一起做。好，那再来我们要处理的部分就是这个，研究站。我总共有几个啊？我还发现我东西带的还蛮少的，因为瞬间就已经建完了。为什么这边不能建？为什么？哦，它交界的地方是不行哦。对，没错，它交界的地方是不能建的。好。好，也没关系啦，也没关系。我们就建在这里好了，建在这里，从这里开始建好了。但是这边的话就。那履带呢？等一下，我们的履带能不能建哦？不是履带啦，说错了，输送带，拍摄口误，好几天没玩了。不行呢，这边交界的地方完全都是不能建的。很奇怪耶，好像也不是完全只有交界的地方，是因为这边没有填满，是不是？这边有看到没有填满？那 OK， 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先从这边拉一下好了，我们先拉两条好了。然后啊，这个超大的，其实我真的看不太到它这个一这样子可以哦，下一个。应该是这样，没有错。3、4，这样不行，这样可以，这样不行，这样，然后下一个。好。总共只有10个吗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好，没关系。啊，暂时先不理他，反正。
原则上没意外的话就是这样子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把拉多一条多一点袋子，因为暂时是十个应该够用了啦，所以应该是不会再追加了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好 OK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各放箱子。待会要放那个，直接把东西搬来这里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先 set up 一下好了。夹子的部分呢、夹子呢？哦，都在这里。其实它这个模组还蛮好玩，是它到后期啊，那个东西真的是多到有点匪夷所思哦。我们先把一些用不到的东西先放回去好了，这个暂时是用不到的，把它整理一下，因为我们再来要拿那个，OK。好，我们拿红色的，我们一个一个颜色来了哦，一个一个颜色来。哦，竟然拿不动了！天哪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先丢回去。这里还有，好，红色的，我们就从最上面开始。哇，不搞，我们就再放一个吧。好，再来就是绿色。因为几个基础颜色的会用量非常大哦，用量会比较大一点，所以，好吧，还是不够。再来就是蓝色。我水蓝色的怎么拿这么少啊？为什么？这样还蛮怪的。这个也不够。再来是白色，我估计白色可能也会不够啊，会不会？对，看起来应该是也不够。我觉得我的量好像带的蛮少的，就是很讨厌啊，就是你看到他只拿了一点点，有没有？这边，就没有其他颜色了呢。怎么那么少呢？我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还没有收回来哦？就是其他的货仓啊之类的，为什么会这么少呢？对啊，都没了。这在外太空还模拟的超好的吧？没有啊，东西，我的货仓好像都收回来了、啊。为什么？对啊，剩下的全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好吧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暂时先这样。好，那，这边的话。三个，一、二、三，应该不用这么多啦，有需要再追加好了。那看起来超大的、这个。
结果这边没用到这么长，是吧？好 ，OK。然后这边的话，飞出去了！天哪！哇，一不小心就不会处理了。好 ，OK。那再来就是，需要紫色的。紫色的话。紫色的话，这边是从上面下来的，所以就是红、绿、蓝、白。绿、蓝、白，然后再来就是由下往上的，就是紫色的，然后黄色跟军事科技包。先把这个电影插上。好 ，OK。我还蛮好奇的，我们如果在外太空的话，就是地面会不会运作？我们看一下，应该是这个吧，这里吧，是这个吗？哦，对，这里有在运作吗？看一下。有诶，它还是继续运作。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我还以为我到了这个新的地图，然后另外一个地图就全部就停摆。哦，那目前看起来，好，不是这样子，它还是会继续运作。好 ，OK， 那这边的东西的话，我们就把它给放回去吧。然后我们丢一些东西在这里好了，反正都上来了。这些东西反正可以在这里用的，都把它给丢着吧。蓄电器，对，我怎么没有忘记蓄电器这个东西？这边有点尴尬。这边多建一个好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这样有点尴尬，但是有38颗蓄电器，好，我也不知道够不够，我不太确定。电到底够不够用？好，我们先让它充电，然后多的呢，我们
一样把它制造，把它建起来好了啦，把它建起来。就是先不管它够不够，还有24个，这盘都建满。然后，哦，是可以的。好 ，OK。这样子，哇，还有33个哎。好，我们暂时先不管它，先放着，到时候不够用的时候我们再说。然后雷达，雷达四个角落都来一个吧。这边应该要设一颗雷达才对，好吧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的雷达应该是已经可以看到东西了。这边有个地方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好吧？我们先去看一下。你知道目前我们该做的事情应该都已经建造完了。哎，对，要开研究。等一下，先让我 landing 一下。还没 landing， 哎，它就这样而已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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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给我飞太远。好吧，从这里过去。好，我们直线过去做个记号。之后要过来就比较简单，可以加速。OK， 就是这里。糟糕，我的那个哦，跟这里是啊，就这里 ，OK， good。好，这边是过去的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可以研究部分来处理一下。基础研究应该就这个，这些研究我。好几天之前有稍微看一下，就是我不知道他写 reduce the chance that cargo pads get damaged in transit by 10%， 感觉好像是这个东西在飞行过程当中它是会 loss 掉，就是会 damage 嘛，就 broken 嘛。结果然后他说他可以恢复嘛， reduce， 还蛮奇怪的。所以原则上这个应该也是，然后还有这个也是，所以我在猜是不是我东西有没有不见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不过不管它，我们先研究。还有这个很重要的，然后这个啊，这东西还蛮奇怪的，就是这东西它可以回收。不管，我们还是先研究，先研究再说。然后之后就看这个吧，这个好像蛮有用的，就是75% 的能源效率而已哦，但是它可以把99% 的蒸汽啊，就是重新变为水啊，这个一看起来就是太空用的，因为太空我那时候想了很久，到底怎么样的去弄那个？到底怎么样去找水嘞？我实在找不到水。好，那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A key， 他说是一个关键的技术 for mass production in space。哦，质量，mass， 质量生产哦，在太空中的质量生产。这个东西可以解锁这么多呀？哦，这个是可以做什么？哇，的原料这么多哟！天啊，这什么情况？啊，这东西带可以干嘛？啊，这个呢？这个我看一下啊，
这个可以解锁这两样东西。哇，它可以解锁蛮多东西的。好吧 ，OK， 那，这个我们都一一研究吧。啊，现在已经满了。好，不管它。我看一下我们的电力够不够。OK， 好，电力非常足够，电力非常足够。我们看一下还有其他什么地方，这边好像也有地方可以去，我们去看一下好了，先不急着回去啊，反正那边都还在持续进行，这样就好了，我们去探索一下。哦，这边，好，再过去咧，再过去还有没有什么地方？哇，感觉人在宇宙中，然后变得超级无敌渺小。这边好像完全没有地方，还是怎样？好，我们先回去好了，不想跑太远。他是不是要再发射另外一颗卫星哦？然后就是才会变得比较那个？因为其实我真的不太清楚啊，这款游戏。应该说这个模组啊并没有很多资料啊，几乎都是外文的，真的完全只有外文而已。然后我的英文也是很苦手啊，虽然可以绕上几句啊，但是也真的就那样而已。真的就那样而已。就基本的说是还 OK 啦，但是你说认真说，如果说要读跟写的话，其实真的有点难度。这是什么 ？Space？ 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也是可以建造的吗？可以耶！天哪 ！OK， 然后把它给弄起来嘛。弄起来超好看的吧？这样，这完全就是把我的不啊，100个真的很少，瞬间就用光了，我速度也太快了吧？这样也不是好事，因为一瞬间就会飞出去了。好吧 ，OK， 那这边应该暂时就先这样。哇，瞬间就研究完了是怎样？那好，我们就一一的来看一下这些东西该怎么。这个应该要先研究吧。感觉上，哇，其实它到了这个阶段之后的科技树啊，就有点蛮复杂的了。一来呢，是因为它都是英文啊，再来就是，其实也真的很复杂，真的很复杂。因为你要一一去点进来看它到底，就是它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啊。然后你一点它这边的科技树又会跳掉，所以有点麻烦。不管，反正这一排原则上，它需要100个，这样我们够吗？check 一下吧。可以，我们应该够。我们把这几个基础的都先研究起来吧，然后再来慢慢的研究，再花点时间慢慢的来研究这个科技树的部分。这个应该是要可以，这个应该是要先弄吧，因为我刚好像有看到。类似需要这个的东西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而且它需要铁板跟这个玻璃板嘛。然后铜板、高阶电路板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需要，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它需要这个，然后还有十个什么 cosmic water。Cosmic 这个名词，有点不是很懂。反正是一种，
看他的图啦，哦，看图说故事嘛，看起来像是可以把它给可以做出一种蓝水 cosmic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在这里面没有哎，这个也没有，这个也没有。好，难道是这个吗？嗯，好像也没有哎。那个 cosmic water 那个要去哪里拿嘞？哎，是不是这个？这是 water ice， 我没有 water ice 啊。我靠，超诡异的这个。哇，速度是完全跟不上哎，这边的速度了，完全的跟不上。吼吼，我的天哪，这速度也太恐怖了一点。哎，哦，我把这个夹子都拿回来了。好 ，OK， 这样应该可以稍微缓解一下吧。他说要蓝色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，哎，好奇怪，那个东西我要去哪里拿呢？嗯，哎，有哎，有 ，Cosmic Water， 哦，在这里，他需要99的水加一个润滑油。这是什么？所以 cosmic 什么意思？张力比较大嘛，因为加了油嘛。嗯，好，不管，但是目前已经知道了，就是啊，这边所有东西我们应该都要回到地球上去了，不是地球啦，就是靠，这是什么？机枪炮塔。对，反正这些东西都要回去我们原本的那里。好，那目前看起来他的研究速度非常快哦，真的很快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研究这个板子吧。然后这两个看一下，这个开下去之后就会解锁这个。好，这个先研究好了，再来就研究这一个。我感觉好像不小心开了很多很多的东西。它那个看起来很像电路板的东西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然后这个是 Cosmic Water， 啊，有一点点复杂。嗯 ，terminal radiator one two， 哦，所以它还是有等级区分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反正不管，我们先回地球上去吧，反正暂时这边的。这边应该还可以撑一阵子啊，这些东西。我们先回地球上去吧。这个弹药呢，就留着吧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要留在这里的呢？这个可以装产能组件吗？哦，可以耶。功耗，算了吧。它速度已经超快了，我已经完全有点快跟不上了。好吧 ，OK， 那就先这样吧。我们人是不是应该要顶上去，坐上去？对，
然后 ，If placed in space, this capsule can take you to the nearest 最近的星球或者是月亮。嗯，好吧，不管。最近的星球或月亮。嗯，好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吧。我们先回地面上去吧。回去继续研究我们的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们回去啦。好，哇，好吧，一瞬间就回到车里了。这个有一点点违和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又可以发射了耶，所以，哎，这里可以收获，才100个，怎么那么少？超少的啊，这根本就是。太乱了吧？好吧，那我们继续发射另外一个卫星。我们继续再一次发射。好，我们看着它飞上去吧。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两个了，这一个，然后再来就是三个。又多了一个嘛 ？Discover a new planet, Aster。哦，这里是哪里？哇哇哇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它的星球。然后，哎，什么情况？一整个卡住了。哦。我发现了，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卫星啊，为什么？在这里有看到，然后这边是完全没看到，欸，为什么？诶，我人是在这里，这么奇怪，可是我并没有看到有卫星，欸，为什么？然后我点进来看，嗯，哦，这是哪里哦？这一颗行星是，这是新的行星是吧？可是这个呢？这个我就完全没看，哎呦哎，哦，原来这里也可以也有东西耶，可是这是在我的 Navis 之下。所以这是我的月亮咯，对，月亮，它是月亮。那这个是一个星球，这是一个全新的星球。哇，感觉超荒芜的。欸，所以我现在是，像我现在是上帝模式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我一直走，就一直开图。嗯，就只有一片水，然后。超小一块的铁矿啊！是怎样要来殖民的？是不是？好，不管，我们先回来吧。有点乱。好，我们回到了地球了，我们很开心，我们回到地球。我们在这边丢一个箱子，然后这是哦，被动供应箱。好，我们在这里丢一个箱子，存放我们这些用不到的东西。哇，那一瞬间又研究完了，哎，好吧。好，那这个吧。哎，这两台是什么？是机器。这个又是什么东西？这都还是处于在基础研究，欸，就是，哇，这什么？telescope， 嗯，好，不是很懂，但是不管，这个东西是什么 ？supercomputer， 超级电脑。嗯嗯，
好，我们先把一些基础研究的通通都先处理好好了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嘛 ，biological， 然后 energy， 然后还有这个是 material， 好多种，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一个一个处理好了，一个一个处理。我原则上这一个只要研究过了之后，就会出现这个、欸，就会出现这个新的研究品。哇，这个资讯量有点庞大。这个我可能得要花一阵子来消耗一下。那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那时候有放的，对，动力装甲，我们先把这个给拆掉吧。其实我忽然发现这样有点麻烦，就是要拆来拆去的。然后我发现我的机器人还在 ，OK， 好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先拿掉吧。好 ，OK。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互换一下，因为就回到星球上了，我们还是就装回原来的会比较好处理一点。对呀、我的那个嘞，这个这两个充能一下，好 ，OK。好，那。目前看起来可以制作的，这个是 space， 好像几乎都需要这个东西耶，所以电动引擎机组处理器跟组装机二，然后还有 heat shielding 跟轻量化材料。Oh my god， 这个。材料超级复杂的、对啊，超级复杂的，我这边都完全还没有满呢，这边都还没制作满。好，那好吧，这个相对来说应该比较简单一点，反正我们现在。这个要放哪里咧 ？Heat shielding， 轻量化材料。这个轻量化材料是完全来不及制作欸。是吗？为什么？我们的产线出了什么 trouble 了吗？钢铁的部分，
钢铁的部分好像严重不足诶。严重不足。这样的话不行，这样不行，因为我们钢铁的量完全不够。所以可能得要。可能得要从这边拉个钢铁过去了，因为这边的量完全不够啊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哪边的钢铁的量比较多，我们把这边 troubleshooting 一下。目前是右线的量，都是右线呢。那这样就简单啦，把它拉过来就好了。都是右线，右线是不够的，右线超缺的，然后左线就很多，很 OK。这样就把右线塞到满了。看一下这个量有没有追加上来，目前看起来是好像还好，还没有到这里。但是势必啊，就是势必是还要再追加啦。因为到这边已经先卡了一边了嘛，然后就过来到这里，这边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有问题？我看一下，从这里过来。对，这里。这个地方刚刚没有换到那个，然后它就卡住了。现在的量呢，有稍微多一点点吗？看一下，这个量还是不够啊。那这边的钢铁量。这边的钢铁量是完全严重不足的状态啊。但是要从这边再拉一条钢铁过来，好像有点困难呢。不是有一点困难，是非常的困难。我看一下，从这边走的话，好像可以哦，好像是可以啦，好像可以。从上面走的话，从这边走，我们尝试来进行一下了。目前钢铁都没在动，就是这边嘛，就是这一边，我们就从这边拉吧，从这边拉。主力以这边为主，那我们就要从这边上来。这边的话，看一下，刚好可以哈。我们倒着建好了，从
这边，然后反正就是让他从这边走了哦，从这边走上去。没关系哦，没关系。好 ，OK。我们从这边试着再拉另外一条这个钢铁过来，来补足哦，另外一边那边的需求。这边，我从外面啊，从这边绕过去，是不是？这边，好 ，OK。这边的话，原则上是要从这边走，从这边过来当然是最好，从这边过来当然是最好。不过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能得需要这边帮忙一下了。这边，到这边，从这边过来。就要交错使用一下。哦，这个输送带当这个设计到这个设定的真的是蛮好的，就是它可以交错使用嘛。交错的话它就不算在一起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这样起来就比较稍微简单一点。从这边拉过来 ，OK， 好，这边的话就没有什么大问题，这边就还蛮简单的。好，这样，然后呢？好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先确认一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吧。好，这边都没有问题，因为都是切过去的啦，都是切过去的，所以就不太会有什么问题。可以补足供给的量，但是玻璃好像也不太够，这边的玻璃。一进来就前面这边都被夹掉了，所以这个玻璃也是，这玻璃也是蛮大的一个问题。好吧，那目前看起来这个产线应该是只能这样了。好，那这一集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快一个钟头了哦，快一个钟头。这个问题，就我再花点时间慢慢看一下吧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因为这几天反正清明节过完了嘛，是算忙完的。但是再来还有一些事情，私人的事情要处理，
可能也暂时比较没有时间来碰游戏哦。哦，暂时没有时间碰游戏，碰太久。不过我还持续更新呢，我会持续更新。好，那上一期呢？这边片尾的地方我稍微说一下。上一期，因为我原本其实在做这个录制的时候用的是Bandicam 或 Bandai Cam 嘛 ，Bandai Bandicam。那后来因为在玩那个绿幕啊，跟小朋友玩绿幕，就发现 Bandicam 不好用，然后才发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原来啊。有一种东西叫 OBS， 其实我知道有 OBS， 只是我以前一直以为它是直播软体，直播软件，我不知道原来它其实它的录影功能也非常的强大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是免钱的，它是免费的，它是免费的。那所以我上一期跟这一集用的呢，上一期我忘记，上一期跟这一期用的都是。OBS 1P28 那时候还用的还是 Bandicam， 然后29呢就是用的 OBS， 所以我忽然忘记设那个左上角那个这个字幕这个级数的字啊，我忘记放了，因为那时候刚用，然后想说时间有点来不及，然后我儿子又一直跟我讲说爸爸爸爸我要看那个，就直接就印上了。那后来发现，它的功能其实 OBS 功能其实非常齐全哦。那拍出来的画质，我觉得也不输 Bandicam 啦，因为其实它码率都是可以调整的嘛。因为码率大的话，你就相对来说档案就大嘛。好 ，OK， 那大致上先这样吧，这一集先这样哦。目前看起来，反正就是这个。轻量化的材料是完全不够，那主因呢，就是因为这个玻璃的关系哦，玻璃的速度是跟不上的，所以导致后面这边是完全停摆。该怎么解决？好，不管，那我们这一集我们到个比较空旷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